第二时刻提问，你去哪里？你们昨天去哪里？吃的饭。他什么时候来看你？你什么时候？买的车。谁告诉你的？谁将？给你去。机场。你为什么？不同意。为何？不出去。散步。你假期？怎么过的？这些日子。你怎么样？他在信里。说什么了？你打算？拿这些书。怎么样？你看呢？你打算？拿这些书。怎么办？我打电话。给你时。你在干嘛？我正要出门。你能猜到？今天上午。今天上午。我在做什么吗？我在。